快点啊！他那儿炸我去！走。没了没了没了，爬进来。对吗？刚出的。刚过。这么他给我打死？外面。我说老头，你在干嘛？没听到脚步，大哥。到嘴的鸭子飞了，我裂开。这一句我的心都碎了。没关系，只要把兄弟救起来，十个人头也不足为惧。哎，左边跑了一个，漂亮。外挂。不要急，兄弟，打不了吧？外面，外面，我这里阴敌，我在外面，救救救，老子！还有一队，兄弟，你这被哪补的？他被左边补的。我操！前面打残了，兄弟两枪，快点，三秒下走。这打残了吗？这打残了吗？打了一枪。我操！他妈，打不残你不得上吗，兄弟？我差点被你害死哦！右边痕迹，此时 NH12 拿起他的 UG， 他很想要这个。然后人头还不是自己的，冲的非常快，但是没有什么用。掉个八倍。那个人真要给老子气死了！哦哟！啊！去进路捡东西，他没血，他残。有人进入我。大熊也算人头，兄弟。我的大熊他妈加！他补不了我，你们加着，我二刀，但是顶怪了，我脸上要补。梭子枪，左边在干了，我不管了。嗯，快了，快了，赶紧过来。他右手，左边有个。左边那个打了吗？连他，连他，别连二秒。我得等他脚下来。一雷三响，老子怎么又弹出去了？我去你了，你给我炸死呗！左边坡，左边坡倒了，原来坡有一个，脚下倒了，然后那个打倒了，倒了吧？倒了，左边点的打残了，这边坡打残了。右边石头倒了吗？脚下那个沟的，沟里那个。可能在我脚下，他空投在我这。可以捡，捡完再把人杀了。我脸上。干嘛？看到了。剩一个。我头上。独立。你头上安全吗？还在你头上，我看到。帮我打他一下。谁偷东西啊？一句屁话不说。哎，一队的还是？我不知道谁丢的，我在找。那你就是不是你丢的不就行啊？我左边有人在。懂我意思叫？是吧，兄弟？嗯。他一句话不交流。他一句话不说，他就。左边石头有一个，我操！兄弟，左边石头，左边石头倒了，剩一个右手的，快点石头，走吧。这把别吃了吧。